雷子恩，姐子们，我是墨人谷山竹师兄万物皆来考，今天考过这个莲花芋头。这个芋头为什么叫莲花芋头呢？可能是它这个边边长得有点像观音座那个莲花的那个边边，所以就叫莲花芋头。这个芋头今天我准备把它烤成那种芋片，就是跟薯片一样那种嘎嘣脆的感觉，我们看得不得行。 Let's go， 还是用冰山矿泉水给它洗一下。好冷哦，这个矿泉水洗干净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我们还是要先把它切成薄薄的一片，大概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，挺薄的。天黑了，放点迪姐调的辣椒面面，放点寂寞的葱花，闻起来可以，就是我灰了一会儿灰机又烤焦了。我先告一下脆了没得，葱花也差不多，摸的差不多了。哪门不脆呢？这个地方是脆的，你着急魔法师，味道还可以，有点像那个烤焦了的馒头。头还比较烂死，但是一不小心我发现了一个秘密，你看嘛，全部烤焦了，焦成这个样子了。这还有一坨白玉，这种没焦的里面就那种就像烤土豆一样，里面是粉粉的那种感觉，很爽。喝一点这个元气泡泡水。